睡老婆。哎呦，阿七莫七，谁不当的他家里？莫不当七百不就是？好以后吧，起床起来的，财宝那里有都配的。什么人呢？看会出来未？我就是金黄金铜啦、啊。哦，我黄家吼，爸母早死，啊，然后这田黄黄金哦，有够多呢，算地方的好野人。啊，我呢有四个小妹，哇，这四个小妹哦，这名有够好听哦。我讲哦，人如其名呐、啊。第一个呢，叫做金花，再来是玉花。再来是呢，润花，再来绣花啦。哇，我这个四个小妹吼，我从细汉呢，安尼就代替爸母，该捏捏捏捏捏，捏到即卖来讲哦，如花似玉啦。尤其是呢，我这个呢，大汉的小妹啊，这个金花啦，安尼讲哦，这四个吼小妹当中风水的啦，啊嘛真在礼数，你知影无？逐天吼拢会来甲我请安，哇，我嘛安尼感觉真欣慰呢。我想讲我是这四个小妹啊，后壁也去嫁着好野人的厝诶，哇！啊，阮呢五家财产，啊，毋免讲诶，愈来愈多，有够好，你知无？哎，啊，家东啊，哇！我少爷吼，大家都爱泡入冰箱地好食啦，啊，我已经泡好了，旁边好食，无等下你搁大声细声，哎。你好，少爷。哎呦，阿、啊、你安尼啊，这笨吞吞呐、啊！哎，李松德呢，甲你讲爱逐工泡我，你看我安尼这么无闲，你知影无？哎呦，讲话拢少声。啊，你今仔日呢这么慢？哎呦，歹势啦，少爷啊！哎呦，啊都哦，连小连米冷泡袂好势，哦，别泡你食呢。我若连小连米冷哦，你会嫌吗？对无？哦，我唔知较慢，下次会较慢。来，我捧了，这。我看卖啊，一只林松德个啉落去，哎呦，哎呦，我跟你讲，加多啦，加进来，你是伫泡什么啦？即卖是寒人，你知影无？哇，安尼吼，啊你泡这安尼吼，恁家己要变少要食，你是要干嘛？开始嘞？哦，要收哦，少爷，做咧加多啊，做歹做呢。啊，我做了国国，恁小点不灵哈，唔知食饭哦，我咧食汤去食就袂歹，无你也是讲，我无会同我讲哦。小妹，已经到江东了，你快动起你。快给大哥伊嘞，请大哥。哇，拄好在你讲恁这些小妹仔啦，啊安尼哦，甲恁讲，伊想恁，恁就来甲我看，你知无？啊，近日安尼呢，日子过了安怎？哎呦，大哥啊，人讲中兴是为富。江少是为庙，啊，高堂古吼比咱兄妹宏大，做一位江王兴咯，啊，尤其是大哥，我只欠一个叫大嫂而已。哎呦，你安尼去刺激大哥啦，大哥嘛想要甲恁找一个这个大嫂，但是你知影无？人家太好嗲的啦，啊，伊挂外口呢，有一人的千金哦，大哥看到佫无佮意。介意拢是长卡查某囡仔，啊长卡查某囡仔有介意，佮配人袂起啊！大哥啊，你真爱讲笑啦，尤其是你哦，是过目头瓜。目头瓜，我算你老啊！五十岁你就娶无某，你若好对象，佮娶倒转来啦。小妹啊，唔是讲大哥哦，目头瓜啦，你想看卖？咱五家田乡土地真济，对不对？
啊，父母早放心，咱嘛爱门当户对，敢唔对咧？大哥啊，哈，讲来讲去哦，你拢有话让我辩解啦，你甲汤以前同款啦，甲汤以前同款啦，把头收完啦，哎对啦，种姊妹啊，已经甲大哥请安也完毕咯，啊，你讲要佚佗，有想要去也无，啊是要甲大兄互陪？袂啊，我也来去佚佗，我上爱。阿姊啊，你上解了解我的心思。咱每一工拢踮在上房的所在，嘛感觉足无聊的嘞。天花车上，逐工做一个工课，咱嘛爱出外口找一个帅哥。哎呦，小妹啊，三百，你若要找帅哥嘛，敢要心肝来？恁大人要找姑娘都唔敢讲啊，你讲讲出来，家在家无别人嘞，啊，要很笑，你知影无？咱五家是低。